春妮。哎，是你哦，大家都好。啊，你要坐客人车无？唔免啦，我等公车就好啊，我无赶时间啊，客人车伤贵啊。啊，若是免钱载你嘞？那会就安尼啊，我哪会当让你免钱载我？啊，无你讲笑话，我听当作车钱啦。我拄只甲阮妈妈啊，反正伊咧念我啦，我心情无好，想讲找一个人讲一下话啊。安尼哦，安尼听起敢若足会好诶吼。好啊。我家里呢。行啦。啊，你要倒啊？上班啊。啊，恁那一套早就去恁妈妈家，你喜欢起床哦？暂时的啦，伊就一直咧问我前女朋友的代志，啊，斗咧几工哦，一直咧细细念啊，念到有够烦的啦。做妈妈拢嘛安尼，啊，伊关心以后的新妇，这真正常啊。什么新妇？我已经甲伊找足久的啊，啊，要找哦，嘛爱找一个狗会下的，啊，好斗阵的。你若想要交女朋友，我通替你介绍呢。好啊。啊，不过吼。啊，不过什么？啊，不过吼，爱找一个跟你同款。跟我同款。嗯。爱跟你同款安尼，这么有气质，搁这么古锥，搁这么好斗阵啊。吼，恁这开客人车，哪有这么讲酸笑啊？啊，开客人车，袂用讲老实话哦。要坐窗仔门边无？袂啦，我要坐遮啦。请问一下，两位有需要什么？黑咖啡。赶快啦。哦，好。你哪有无敲电话给我啦？害我敲去恁家，恁妈妈一开嘴就咧讲钱的代志。就是因为安尼啦，我就是无介意恁两个哦，开嘴合嘴拢是钱啦。你叫是我爱讲哦，是恁妈妈爱讲好无？昨昏咧讲，当时要提钱给你开面包店。老实甲你讲啊，我无按算要提你的钱啦。你无要提我的钱？安尼，你敢有钱？无钱是我的代志啦。咱之前冤家，毋是讲好要分手啊？冤家讲的话，你当作是真的哦？阿奇，你毋是讲过开面包店是你的梦想？我会记得阮拄仔识识时阵。你在开面包车，你还说，即使你只会开面包车，你也会带我一边卖面包，一边带我出去玩啊！卖个讲遐啊啦，迄拢已经过去啊啦。哎呦，为虾米啊？那是咱两个阁继续做伙啦。我妈妈一定叫我甲你提钱，啊，到时阵你是阁要提出来讲。我无想要咱两个人的关系哦，敢若剩钱尔啦。
钱，我是不要紧啊。你不要紧，我有要紧啊。咱两个真正就要安尼结束啊？安尼对你较好啦。好啦，后尾领导卖我讲钱的代志，来走。稍等下啦。你要我送你无？我坐车就好，唔免你送。无啦，你帮我出一个啦。我最近也无咧做生意啊，钱搁叫阮妈妈客气。又搁是你妈妈？老实讲啊，你甲你妈妈。拢总是偌济三十五哟。嘿，你有只三十五的。啊，有。恁敢有百五块的酒啊？哦，有啊，可是是很烈的调酒，深水炸弹。哦，无要紧啊，你帮我点一杯。好。太紧了啦。阿姨姐是跟我做伙回来要创啥？阿姨敢未去找你？啊，你怎无甲带回来？阮已经找啊啦，莫伫我面头前讲着伊的名啦。伊是咧创啥货啊？我对伊嘛遮歹啊？关伊啥物代志啦？嘿，你会甲人家安尼讲话啊？嗯，臭酒味，袂晓啉另外一个啥？就是讲啊，莫为着你会使搁甲伊姐做伙，伊两个讲足久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是伊讲啥啦？啊，想嘛知安怎讲，就是讲钱的代志。钱真重要呢，伊甲你的前途有关系，伊甲你的面包店嘛有关系啊。我到底要甲恁讲几届啦？阮已经是册啊，恁是拢听无哟啦。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认真的媳妇甲咱一结啦，歇落来。去甲你学堂啦，歇落来。奇怪，来来来，红妆啊，给你捧啊。他们挣钱，有钱够安怎啦？有钱了不起哦。钱钱钱，什么拢是钱？有钱就较敖。杨正奇，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为什么阮家的人拢要逼我？你拢无了解我啦。你啉烧酒醉啊啦！我去叫恁家的人来接你哦。唔通啦，唔通啦，你莫阁讲着阮家的人啊啦。好啦，你较细声，啊无吵着厝边啦。啥物阮家的人拢在逼我？你拢无了解我。我嘛是一个查甫人。我想要怎样？你都没陪我。好啦，你嘛艰苦啦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谈恋爱。
啊，你生到这乖，哭到那囡仔嘞，你莫哭啦。你陪我啦，你陪我去。好啦，我陪你，你莫去哭啦。